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快手短视频 APP 为你送来本期剧透。快乐大本营2018开年巨献，快乐男生魏巡养精，明日之星毛不易赵天宇，霸屏新秀胡一天钟楚曦，占据热搜榜半壁江山的他们终于同台了，他们不一样。刚才这段真的太诡异了，毛不易快呀，毛不易快呀。他们不一样，颠覆形象，让你眼前一亮。你不来大本营，一辈子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有一种烧烤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哇，好样的，毛不易，很柔软哎。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比较难忘的瞬间。对，好，好，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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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啊！走走走，哎，坐下了。更有火花四溅的合作舞台，带给你不同凡响的视听盛宴。飘飘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不要走开，快乐大本营邀你一起见证厂牌的诞生。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马栏山，见证最强厂牌的诞生。 Let's make some noise。 大家好，我的厂牌非常接地气，名字叫做喂鸡养家，掌声有请养鸡魏巡。我们是带你找到芳华里最单纯、最美好的一周天厂牌，欢迎胡一天、钟楚曦，欢迎各位。我一直爱上他，真是代表大家喝的奇怪，要是中了魔法，街上溜溜达达，还是不想回家。一个人看着对牛对比，就爆米花。哦，每次每秒都想和你通电话，飞到巴黎铁塔，下次再到喝奶咖，去巴鲁达，看海和沙，跳桑巴，点燃了火把，我们爱的就是你。颜值兼具，他们都是明日巨星，让我们有请新羽毛厂牌的赵天宇、毛不易。看远罗马里有蓝卷，看我菊花，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鼓舞我情真，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把2017年最炙手可热的音乐节和影视界的红人请到了一起，可以说全年份的热点都被他们包办了。我们跟快乐家族一起组成了全新的四大厂牌，来进行最强厂牌的争夺。好，那今天这四个厂牌刚才已经亮相了，我们首先从佳佳这个厂牌开始介绍，好吧？来来来，大家好，我们是喂鸡养家组合。嘟嘟嘟。大家好，我是2017年快乐男生魏巡。Hello， 大家好，我是养鸡是不是养鸡在这里？嘟嘟嘟。2017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魏巡。恭喜恭喜！同时，我们也祝贺养鸡是2017快乐男生亚军，祝贺两位。
们的厂牌叫做新羽毛，出点声儿。新羽毛，新羽毛，大家好，我们的厂牌叫做新羽毛。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霜。这个夏天最高的荣誉属于毛不易。毛不易，你跟大家说说你上大本营的心情。很高兴。很高兴。导演说你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是真的吗？是啊，大家谁不喜欢呢？然后说你上大本营其实是很兴奋的，你可以给我摆一个最兴奋的表情吗？大家也一目了然，我们是那个主打清新文艺的这个环节。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大家比较冷静。好，另外是我们的赵天宇。大家好，我是赵天宇。九大偶像厂牌里面必须要有赵天宇，没有他我走啊。哇，大家都很好，但我选赵天宇，他就是这个舞台的 king。 好了，我们欢迎也是同样非常年轻的天宇。今天呢，我有一个新的朋友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松松，欢迎松松。大家好，我叫任英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你我知道你才十哦，我才17岁。你有多高啊？我1.89米。1.89米，那个。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小松松答应我不要再长了，好吗？好，今天我们这个我跟松松一起带领的这两位艺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钟楚曦。你们好。楚曦在芳华当中的表演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整个电影是以他的这个自述来作为引导的，所以呢戏份也是非常的重。另外一个不用多介绍了，好不好？我们的胡一天。好，那下面我们那个请胡一天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首。说啥了你们家啊？请胡一天给我们来一小段那个小美好里面那个跟女生互动的小桥段，好不好？全信过来干嘛？给我亲一下。那女生在哪儿呢？女生在哪儿呢？好，是这样的，不用举手了，集体来啊，来统一的啊。我昨晚梦见你喜欢别人了，台词有问题吗？好，我们试一次，3、2、1。等等等等等等等，不是喊口号，走点心。哪有谈恋爱？我昨晚的，走点心，温柔的那种，带一点那种小娇羞、小埋怨的 action。小傻瓜，过来我亲一下就好。谁来一个好不好？预备 ，Action！ 喜欢不重要，因为我更爱你。毛不易太好笑了！来来来来来，毛不易怎么样？就是。毛不易，谁一说完他就痛把脸通红。我说为什么？毛不易以为自己要过去亲一下，特别好笑。来，我们大本营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你绝对想不到的场景。预备 ，Action！
谢谢你，谢谢你。什么？谢谢什么？谢谢你啊！我带女生问一下，何谢之友？啊？从哪儿谢起？就只要梦见你，你都谢谢是吗？对对对。哦，只要梦见你都谢谢。好，明白了。好，谢谢。好，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之前的快乐大本营的疯狂的游戏，已经把四个厂牌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分成了不同的阵营，有赢的两队进入到人气厂牌，成绩较差的两队进入到过气厂牌。那么每一队要通过后面一关一关游戏的比拼，努力的让自己进入到人气厂牌的行列，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油。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样把四个厂牌分成两个阵营的。来，请看。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的游戏，这个游戏将决定你们的初始排名。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游戏道具。哇！耶！啊！这个这是什么便利贴？甩掉这些便利贴。少年，还真被你说中了。游戏规则如下：一人拖长音唱歌，一人在手不碰到衣服的前提下抖掉身上的便利贴，音落即停。甩掉便利贴数量前两名才能跻身人气组合。那我们先试一下，然后看谁长，然后谁就来拖长音，好不好？啊，很容易抖掉，很容易抖掉，很容易这样。那肯定是你唱，我穿吗？对啊，你抖吗？我唱你的歌。哪个呀？我们大长音的歌。不用大长音，就是一句歌词。找一个发音比较死，什么啊这种的。啊。没有啊。一吗？啊。没有。啊。啊。我不行，你来啊吧，我来抖吧。抖掉一个，这算了，给贴回去，这玩意儿不够掉的，这个。你选一个前面只有一个字、两个字的那种。来啊，哎，来啊！究竟谁能跻身人气组合？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来啊，那这几个很非常顽固，非常累，非常对我来说这一个月的运动量都有了。这几个我怀疑是缝上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掉。你看，是你的肚子在减震，你知道吗？你的肚子会减震。你们会不会因为我面积比较大就粘的格外多？张天宇气太短了，应该是我。怪我是你太逗了，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靠前。他们真能靠前吗？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两组的表现。只剩一张了，好像从我这儿看，只剩一张了，只剩一张。后面还有吗？看篮球。没有。我觉得你们啊，不用玩了。面对这样的挑衅，未接养家组合是否有绝地反击的可能呢？最终为接养家组合和易中天组合跻身人气组合。欣姐，欣姐，哎，怎么回事？没关系，我从来就没坐到过这边。我还好。那还是老地方，好吧？对。我这里我还必须说明一下，首先我没有讲到我们胡一天气那么长，但是呢，对，真的是很稳。然后呢，钟楚曦其实昨天
拍戏的时候手受伤了，这个手肘整个是肿的。刚刚看他这么抖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心疼他那个手的伤，但是完全玩起游戏来我觉得拼了。钟楚曦特别像蒲公英，就是一抖的时候。哎，我们这队就是完全靠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震动频率啊。是啊，那哎呦呦呦，哇！我们这样，我们让过气厂牌的朋友先等一等，人气厂牌先入座吧，好吧？来，舒服呀！哎，先让他们入座吧，先入座吧。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家都是朋友，我先试一下。哎呀，好痛苦啊！来吧，快过来感受一下。好的，那个是这样的，根据规则呢，我们人气厂牌可以要求过气厂牌的朋友做任何事情。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可以随便想想，好不好？那这样，毛不易，毛不易，那个现场创作一句那个打动人心的歌词吧。啊，主题就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但其实也一样。在成为诸葛亮之前，都是个皮匠。何老师。何老师，谢谢何老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经过一个游戏的比拼，如果输了，就变我们坐那边，他们坐过来了，所以每一关都非常的危险。那下面这一关要考验的是团体的协作能力和肢体的柔韧性。我们首先要请出一位了不起的空中瑜伽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他。我是一名空中瑜伽的专业导师。但是老师，我说实话，我刚才看了你的那个表演，我们也想学嘛，但是没有我能做的，没有我们能做的。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也可以做的？老师可以示范两个动作，我们学一下好不好？可以，没有问题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贵妃醉酒，也叫燕子式。首先要把你的膝盖窝卡在吊床上面，双手抓在你的臀侧，这个时候要启动你的腹部，也就像测平板一样，蹬直向上推高，贵妃对手。这个主要对我们男性、女性久坐来说，对你们的侧腰、腹肌以及骨盆会有一个很好的连接。老师，你刚才说男性不方便吧？可以做吗？男生也完全可以的。可以哈。那何老师来一个吧。哎，别，我大伙。老师，你这样，你看看啊，这两边，你觉得谁的资质看起来最适合练刚才这个动作？我听现场好像回天。回天，都是他们把你给卖了。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快手短视频 APP 提醒您稍后看点。柔韧性考级，挑战肢体极限。为什么有一种烧烤的感觉？很柔软。哎，不柔软。卡住了，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挺舒服的，倒过来的时候。不是。团队默契考验，众人互相嫌弃。我这个腰啊不太行。
走走走走。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要感谢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胡一天，胡一天，都是他们把你给卖了。老师，你确定是安全的？确定。对身体各个部分都是安全的？确定。好的，来吧。好的，请您站在吊床的中垂线的下方，好，手抓住吊床，将你的右腿放在里面，也就是你的我刚才所说的膝窝。老师，他好像有点硬。来，膝窝，别紧张。好，双手抓在你的右侧，右侧同侧，左手放在右侧的上方。好，将你的身体侧到你的右侧去，来，来到我的这个方向。对，好，停住，稳住以后，哦，来好，抓住你的左手，一定要抓高，抓直，抓高，好，把你的左腿拿过来，左腿伸直，垂直天花板，对，好，屈膝，转胯，转，再转，对了，好的，屈左膝，让你的左胯根卡住你的右侧，右腿伸直，左腿屈膝，右腿伸直，对，右腿伸直，左腿屈，对，转胯，转一下胯根，对了，把左手再伸高一点，好的，右手打开，把右手打开，对了，伸出去啊、哦，掌声。为什么有一种烧烤的感觉？楚曦，你试一下好不好？你试一下。是右手受伤是吗？对，右手受伤，那你还得做。对，刚好可以。就是那个手不要吃力就行。哇，就行。哇。好，当你转胯的时候，一定要转一下骨盆。对了。屈左膝，把住吊床，向下压住地面。哇，好棒！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嗯。第二个动作也是刘涛同款蝙蝠倒立，大家要看好哦。先要躺在吊床里侧，双手虎口向上，反手抓住吊床。双脚打开卡住，向上推，来毛不易，来一个，来毛不易。有请毛不易，有请毛不易。毛不易不容易。老师有没有做这个瑜伽，就是卡在那儿了三天三夜下不来的那种？哎，这个好厉害、啊、这很难下呀、哎、这个、这个动作是看似很难，但是做上去以后会非常的简单、嗯、非常的简单。对，养鸡怕的呀。魏巡你行吗？魏巡也不行。好，各位我知道了，好，各位我知道了。来毛不易，来一个，来毛不易。好，有请毛不易。何老师怎么到您了呢？是这样的，我可以做，我只有一个条件，我做完之后毛不易至少得给我试一下。好，我替毛不易答应了。好好，别着急，把吊床甩开。毛不易，毛不易，过来看呐、啊！毛不易，毛不易，毛不易，来来。何老师，把脚拿进来。好，让这里像穿被子一样，让你脚底下的被子多一点。好，把腿伸直，双。
双腿并拢，不要打开。再多一点，对，再多一点。好，手一定注意，这里的手是反抓，手反抓向内侧，虎口向上，非常好。双腿向上，双脚在这里以后，就像你背部的感觉是躺在地上的感觉，脚打开。你别吓我，别吓我吧。背宽是这样，对，非常好。周老师，你先什么？我现在有点充血，我要快点上来背。来来来，同学们，毛不易，我跟你说，非常的舒服。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说实话，我很少做这种挑战的人，但真的非常舒服，而且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比刚才那个容易一点。好，而且我觉得你倒过去之后，然后你把我们不一样的歌词朗诵一遍，那种感觉真的。你这样，你试一下，你做到哪步无所谓，好不好？你感受一下。对，因为你不来大本营，一辈子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好不好？没关系，我会保护你的。我老师，老师像这个对人的体重是没有要求的嘛，对不对 ？OK。对。啊，有要求，我觉得我也是人的体重。来来来，毛毛来。来，从后面进入。后面。往里蹭，往里蹭，往里蹭。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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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往前走，往前走，好舒服的。嗯。你就这样躺在里面先，对，头放下。手抓住它，手要抓住这个，好就可以了，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谢谢毛不易。把你的腿垂直90度，你现在身体就像躺在地上的感觉，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很柔软哎，不柔软，这个有点难，就这个动作有点难，勾住它，对对对对对，哎，卡住，好，好，好，非常好，卡住了，对吧？我不知道。可以，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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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我第一次看到倒过来的毛不易，好帅！是不是还挺舒服的？倒过来的时候，不是。毛不易如何评价你刚才倒过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比较难忘的瞬间。我们想问一下，像这个空中瑜伽有什么样的不适合练的人？像空中瑜伽的话，除非你是真正的骨折了。其实像颈椎的话，他即使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的人，他做这个对他的倒立都会很好，因为他不是地面的那种头直接挨着地面的动作。啊、哦，是安全的，对不对？非常安全。然后而且对于就是比如说自己的骨骼啊，包括整个身体也是有疗效的。对，除非就是心脏病和高血压比较严重的患者。但是还是要找到专业的老师，不能一定要是专业。对。好，我们再一次谢谢依依老师，谢谢。好，谢谢大家。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活动开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人气厂牌和过气厂牌晋级比拼了。那个佳佳，我现在觉得我们就是整个这一队非常的活跃，而且很团结，有团结的感觉，是那边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对，那我们接下来下面这个比拼就要开始了，其实是一个过杆的游戏。团体过杆规则，两队派出同等人数的队员进行弯腰过杆比赛，前面的人有后面的队友帮忙，但帮忙的队员不能过线，过杆过程中横杆掉落或接触地面算失败，随着三轮过杆高度的降低，通过人数多的队伍获胜。第一个刻度呢是1米1，我必须强调1米1指的是这儿，不是这儿啊，因为指的这儿的话我岂不是只有一米啊。每一队派4个人出来，你们派谁？我们呢第一轮海涛腰不好，他必须参加。第一轮先把他推走，先把他推走。先搞掉一个是一个是吧？对，他要推出去。我们这边最大的苦恼就是个儿太高，个儿太高。松松1米89，胡一天2米2，然后养鸡也高，魏巡也高，
所以我们把难度放在前面，我们派四个高个的男生闯第一关。毛病，你觉得是应该你们先来还是我们先来？我们先来吧，来对吧？我们先打个样，好，拿出我们的气势来，好不好？看看每一次哪个厂牌过去的人更多，哪个厂牌就积一分，好不好？来，好，好，一米一的挑战，首先是过去厂牌，他们首发阵容是杜海涛，先把杜海涛推走。对。注意脚步的过线，别过线。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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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不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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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的，好，海涛过关。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别担心啊。毛不易要上了是不是？毛不易是这样的，你很快就会忘了刚才倒立的事情，因为这一关又来了。是。难忘吗？这个瞬间难忘吗？有点激动啊！感谢我的父母。好，天宇来，来，哇，飞宇好轻松。我们最高的四位男生上场了。难度最高的是胡一天，个子最高，来准备吧。我这个腰啊不太行，不太行。OK， 第一个过了，松松来，小松松，哎呦，这十七岁的好腰哦。好，第三个。养鸡，养鸡需要帮忙吗？哇，厉害！魏群，轻松，回来我们了，怎么还回来？好，接下来第二关，我们要进入到七十公分。七十可就有点矮了。来，准备啊，怼腰，好吧？哎呦我天！脑袋斜点，一二三，三。严格一点讲，新新人扑进来了，算你们零点五，好吧？好，第二个，第二个是谁？这样，你的一个，你的一个手就抠住欣姐的腰，然后这边抓着头发，然后使劲往，头发往这样拽。太硬了，太硬了，太硬了，软一点，欣姐，放松点。对，来点劲儿，来点劲儿。一二三，哎呦，你也算半个，你跟天宇一起算一个，你们现在过俩了。我们人气厂牌要派出最不可思议的阵容，我们要派出的阵营是，派出的阵营是手受伤的钟楚曦，腰不好使的胡一天，和年近半百的李维嘉。待谁看打？第一关先过维嘉，来。你手别使劲啊，钟楚曦。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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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个来。不是，你可以勇敢的腿可以往前走啊。对，你可以往前。对，对了，对了，往前跨送出去。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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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我懂你的落寞。走走走，哎，坐下了。哎，像那种游轮下水吗？没事，那个楚曦你先过。
那个你保护一下土星，这个就算你没过啊。哎，他自己可以，哇哇，自己可以，哇哇，非常标准的示范，好厉害。经过刚才的比拼，人气厂牌依然是人气厂牌哟。我要指定你们当主人接受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APP 叫开心豆的一个非常呆萌非常可爱的一个游戏的挑战。我知道里面有特别多好玩的那些爆款的小游戏，大家可以随时 PK 的那种。对，哎，我可以参加不？没问题，因为如果是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一下，因为现在非常多的明星朋友都在玩。我们周围也有玩的，毛不易也玩过。对，我们也玩，因为它里边有经典的游戏，还有好多新的游戏，就好多游戏。既然这样，我就盯上你们了。首先，维嘉跟海涛两位过来，你们先来做一个第一轮的比拼。这个开心豆呢是这样，我们通过人脸识别的技术呢，做了一些表情，这些表情会不断的从屏幕上面出现，你必须做出同款的表情才能过关。哦，看谁能够做出同款的表情更多，就是手部动作变成。肢体动作变成脸部动作，好，两位，首先是维嘉跟海涛的比拼。Lady Go， 加油啊！啊，好可爱！哇，海涛玩得很好哎，现在维嘉领先。海涛追上来，歪头，维嘉已经到第三关了，现在维嘉42分，海涛37分，最后维嘉快挑战结束了，维嘉还有一秒，维嘉得到了100分，我们看看海涛还有最后一秒钟，海涛得到92分，维嘉获胜。好玩啊！我们人气厂牌已经决定好了，我们邀请的是毛不易。Lady Go。好可爱。好可爱啊，毛不易。啊，好可爱，低头低头，哎，歪头歪头，啊，好可爱。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是，观众也会跟着一起把头摇来摇去。毛不易要加油啊、哦！毛不易拿到了87分。下载开心豆 APP， 玩游戏交朋友，开心的人都在开心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比拼，这个环节很重要，叫做不是你以为的世界。提醒您稍后看点，音乐课堂扫盲点，高音比出新高度。我一直是以冻龄著称的，随着我们年龄越大，我们听的这个数值呢就越低。王教授，你这话什么意思？听不到的可以往前来凑一下。不是聋了吗？刚才这段真的太诡异了。吉尼斯挑战记录能否被刷新？王小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开始紧张了。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同学们好，老师好。
何老师德高望重，可以叫我小王吧，小王吧。啊，小王，那我就叫你小王吧。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音乐的小知识。首先在座的都是音乐高材生，请问一下各位，我们的音阶有几个音？七个。这七个音用什么字母来表示？ C D F G A B。 哇，谁说的？ C D E F G A B 是吗？为什么不能 A B C D F G 呢？因为我们的钢琴的第一个音呢都是 Do， 它的这个振动率就是叫 C， 所以我们就可以定名吧。就像我叫王涛，你叫毛不易一样。毛不易，来注意最高音有一个不完整的 Do， 所以钢琴最高音是八 C。 八 C 什么意思？八的什么？就是第八组的什么音？ C Do Do Do。好，那么最低的，你说话呀毛不易。不知道想让我说什么。毛不易，毛不易，来第一组的 D 是什么？ E D 是什么音？ Re。 对，哇，真聪明，太厉害了毛不易。我要说五 F 指的是哪个音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音高。好，就这个音高。发发，耳朵太好了。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用什么来衡量这个音是发还是咪呢？谁知道？你说了算。我没办法说了算，有一个人叫赫兹，他说了算。我们知道啊，这个音越高呢，这个赫兹的数值就越高。我们来说，每一秒当中震动一下叫做一赫兹，如果每一秒钟震动2000下叫做。2000赫兹。音越高赫兹就越高。哦。人耳能听到的赫兹是从20到20000。所以呢，低于20的我们叫做次声波。次声波。次声波是什么用的呢？比如说蝴蝶谈恋爱，他们要说话吧，他们就低于了20，我们人耳是听不见的。蚊子27，你就大概能听得见。那么低于20的叫次声波，高于20000的叫做超声波。超声波是一种刀，可以看病。超声波刀。对，我们有人说去医院检查超声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身体有结石，结石也会产生一种共振，它的这个共振率超越了20000，所以我们也听不到。当这个声波超过20000和结石产生同振的时候，一直震一直震就会碎，就碎了，然后就从体内排除了。我们怎么又想到医疗去了？因为刚才何老师要问这个什么叫超声刀。结石。对，毛不易，这你知道有一种动物，它在山洞里飞行，它是没法靠眼睛的，黑暗中它们可以飞得很准。吸血鬼。蝙蝠吗？蝙蝠。蝙蝠，蝙蝠，蝙蝠。蝙蝠的这个赫兹啊，最高能达到30000。啊，我们在这个钢琴的最高音这个音上，也就是4000多赫兹，70多倍。所以老师是不是太高的声音我们人是听不到的？高过20000赫兹我们就听不到了。听不到，低于20也听不到。何老师，您觉得您能听到？我估计我应该能听到19000。真客气。我觉得啊，在场除了何老师，大家都能只能从17000以下能听到。当然我们可以做个测试，因为科学家研究啊，随着我们年龄越大，我们听的这个数值呢就越低。王教授这话什么意思？我终于懂了，也就是小松松能听到很多声，因为他才17岁，我们越往上听到的赫兹就越来越幅度越来越窄。对，我们可以现场来做一个试验。现在呢，我给大家放一个国际的标准音440赫兹。多少？440。440就是我们所有人说的中央 A 的标准音。中央 A 标准音是这样，听到的人举手啊。好，都能听到。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是从20000赫兹开始的。一来就20000了？您不是19000吗？好，有听到的吗？听到了。对不起，我还没有放呢。对不起，我只是抠抠嘴。我们先放一个何老师能听到的19000，看看大家谁跟何老师一样能听到。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恶意。善意，来自对您的尊敬。听到了吗？
没放。怀疑是我在耳鸣，你知道吗？这个声音。好，我们继续往下降。听不到的可以往前来凑一下。我想试这个话筒，何老师。香叫声。对。有什么声？我不是聋了吧？声音又来了，声音又来了。能。欣欣听到了吗？都全场都举手了。胡一天，你也能听到是吗？我能听到。楚曦，你也完全听到。不是不是，你们是这样的，不用合伙一起来整老年人好吗？爸爸，你们都摸着，你们是摸着良心听到有声音啊？不对不对，嘉哥你听到了吗？我要调养身体，因为我一直耳鸣。你这样，你捏着鼻子往外鼓气，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耳膜现在塌陷下去，你把它鼓起来会有用一点。哎，我现在好想哭，你知道？我感觉。捏一下，捏一下，来来来。你们干嘛？这个我听到，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叫我真的保证啊。我只相信一个人，毛不易，是真的吗？像我这样一个人，老师，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不重要，不重要。何老师真的是特别认真的听不到。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耐心倾听的人，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年轻就开始做这个工作，经常飞来飞去，你知道飞行对人的听力是有特别大的损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朋友都以为我们家电视要炸了。我一直是以冻龄著称的，没想到最后先衰老的是耳朵。首先我们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上的音乐小课堂，非常有趣。谢谢谢谢。我们了解了音高的知识，就来进行音高方面的一个比拼。规则是这样，高音制造者游戏规则，每轮每队一位选手出战，比拼谁能发出更高音。选手猜拳，赢的人可以优先选择用人声或用道具挑战，输的人只能被迫选用剩下的方式。三局两胜，如果过气厂牌获胜，则可以成功换位到人气厂牌。第一轮人气厂牌魏巡迎战过气厂牌毛不易。道具，你选啥？可以试吗？可以试。啊，不能试吧？这个吧。算你狠。Round one, ready, go。这个真的挺高的，想上厕所。安静，开始。加油，大师兄，加油！唱完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要没有伴奏是吧？没有伴，你不能根据伴奏，伴奏太低了，吓得我呀！超声波在唱，你看这一段真的太诡异了。我没敢接话，你知道吗？我以为超过两万赫兹了。天哪，毛不易，你不容易啊！好像海豚呢、啊。现在魏巡的最高点，大家看一下，在左边第三个小竖栏是1038赫兹。哦。毛不易的这个哨最高值是多少？192.5赫兹。不可能。你努力点，再对着话筒吹一次。
好，吸收到了以后，你看最高点，看到了吧？3695.7赫兹。其实我刚才也一下子就听出了毛不易的比较高。毛不易，你说话呀。谢谢老师。接下来第二轮氧气对战赵天宇，石头剪刀布。选了这个，选了这个。赵天宇选择点餐时常用的按铃。表白怎么唱？氧气抽中歌曲表白，他能凭借人声为过气厂牌扳回一分吗？ Round two。 先生要什么服务？下一个同学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养鸡的1343。哇哦，好，来看点菜的零是多少？看看天宇的，是这个吗？422.5是不是？对。好，来杨静，耶。我跟大家说，那个尖叫鸡，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尖叫鸡最高其实正好跟我们刚才说的中央 A 那个440赫兹那个是一样的。可以试一下吗？我。这个鸡好像屁股在前面。哎，真的，我们这鸡怎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标准音，尖叫鸡它没有必要做那么标准。440。哇，一只标准鸡。那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人声音最高极限的世界纪录，就是在钢琴的最高音再往上半个音。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个短片，看看之前呢到底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男性发出的最高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创造的。来，我们一起看一下。That's C sharp and it's off the piano. Yes. 来自澳大利亚的 Aidan Lopez， 他创造的这个音已经超过了钢琴的音，其实就是刚才楚曦用两个高脚杯碰撞出来的声音。这个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男性发出的最高的声音。而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个中国的小伙子来挑战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掌声欢迎王小璐。叫王小龙，对不对？对。大学四年级毕业，刚毕业。对，我刚毕业，然后现在，你猜我是哪个系的？计算机，对吗？是计算机吗？你怎么知道？我计算机一般都这个穿着。你有没有家里人陪你来，或者是朋友来？什么的？女朋友过来了。哎呀，女朋友来是会让你更放松，是不是？会的，会的。需不需要她上来给你一个爱的抱抱？需要。哦。毛不易，你学着点儿。
我们接下来要在所有的朋友的见证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今天真的在现场可以诞生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有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我们有请小红和陆毅。两位好，又见面了。我们首先请小红和陆毅给我们讲一讲今天要挑战的项目以及规则，好不好？今天王小龙挑战的是男性最高音，现记录是升 C 八，对应的频率是4434.9赫兹。哇！王小龙可以自行选择起始音，但是从起始音开始逐步的音高递升，直到达到自己的上限，但一定要持续1秒钟以上。现场必须有2名音乐专家在场，使用专业的仪器来辨识音高。你放轻松，放轻松。何老师，麻烦您试一下那话筒能不能收音。我来试一下。喂，喂，有了，好，可以了。喂，王小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他是唱的是一个有序列的音列，是不是每一个音都唱出来了？是的，是的，我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音乐超不过2万嘛？对，极限是2万。好，我们现在四位正在紧张的核对刚才小龙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每五六个音的那个音块，可以吗？对，因为看一下每一个音，对。声音非常高，哎，非常高，不是很小的。我开始紧张了，好，可以了。我们来请小红来报告一下，刚才王小龙第一次尝试是不是能够真的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男性发出的最高的声音？有请两位。王小龙的挑战结果是，5243赫兹，对应的音高是 E8，打破了原纪录。荣获男性最高音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王小龙！祝贺！嘿嘿！那么我们和快手短视频合作的不是你以为的世界，接下来还会推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挑战，我们在现场也会见证更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是的，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挑战和展现自我的人，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号，或者把自己的视频发到快乐大本营在快手的专区，说不定下一个站在大本营舞台上的人就是你。我们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的王涛老师，谢谢洪晨老师，谢谢两位，谢谢。提醒您稍后看点，即时合作赛，有人魅力值爆表。开始！好吧。有人漏洞百出。哎呀，毛不易，毛不易！哇！全新合作舞台，摩擦不断。那怎么办？那王涛怎么办？他拖你的后腿。不会不会，很好，已经很好。时间来得及。他们最终能否成功？一定得看哦，一定得看哦。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不要走开，广告回来更精彩。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接下来呢，我们人气厂牌和过气厂牌两组要进行一个大的比拼，一共有四关，最后完成四关的哪一队用的次数比较少，哪一队就获胜了。颁奖不 NG， 游戏规则：队员以接力的方式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关穿脚蹼顶气球，第二关两倍速率跳舞，第三关双人念获奖感言，第四关双人配合用奖杯接球。任何一关出错需整队重来，在七次机会内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哦！那一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请出舞蹈老师来教一下我们待会儿要跳的两倍速的舞蹈。欢迎老师，老师好。好，我们先按照正常的速度来一遍，元素五六七跳。老师，你刚刚说这是元素是不是？对，这是元素。等一下我们还有两倍这个速度，加倍。哇，二三四五六七八。掌声，谢谢老师。好，那个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首先由小松松来做第一关，就是顶气球。理由很简单，因为小松松十七岁，已经长到一米八九了。哎呀，要二十七岁那还得了啊，真的是。来，我们第二关。第二关呢是由养鸡来跳两倍速的，刚刚特别难的舞蹈，一个动作错的话又从头再来。简直是太适合他了。第三关呢是由我们胡一天和我们钟楚曦易中天组合来朗诵非常非常拗口的两段感谢词，最后是由佳佳和我们魏寻一起来完成奖杯接住一个网球，一共三次机会，看看哪一队能够用更少的次数通关，好不好？来，预备。开始，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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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好。好。加油！好棒！加油！十年前一部泰国电影深深地鼓舞了我，电影讲述了一个男孩从黄台普马哈纳昆契他哇劳迪西阿尤他亚马哈迪路欧勒拉少一个扑，少一个扑，来从头来，快快快，没事，加油，第二次尝试，好，来开始，加油松松，加油加油加油，好，完成。第三次，来，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杨志，冷静，冷静，没事。十年前一部泰国电影深深鼓舞了我，电影
讲述了一个男孩从黄台普马哈纳昆契他哇劳迪西阿尤他亚马哈迪路普欧勒拉塔尼布黎龙乌东帕拉查尼魏马哈萨坦简称曼谷走向好莱坞的故事。没有这部电影就没有今天的我，谢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位粉丝，他叫列昂尼德·别尔夫什卡。在我事业最低谷的时期，他从柬埔寨的拉塔纳基里省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让我重拾信心。谢谢你。完成，加油，三次机会，加油。哎呀，哎呀，不行，落到地上不行。加油！拍照，所有人去拍照，所有人去拍照，所有人去那拍照，来，来，谁拍呀？啊，看呐，三二一，好，完成，好，这是人气厂牌，就完成了挑战，来，掌声给他们鼓励。好，现在轮到了过气厂牌，也就是我们的海皮蛙和新羽毛的挑战。我们看到第一关顶气球的将交给我们的巨星毛不易，而讨厌嘴鼻子的工作交给我们快乐家族的两位吴昕和海特。好，准备开始。这是我第一次跟国际团队合作，非常感谢导演萨鲁纳伊戈纳吉，感谢制片皮拉尼迪费善公，感谢编剧费善官，毛不易，快呀毛不易，来，没事，冷静啊，来第三次，毛不易冲了，好，快来。这是我第一次跟国际团队合作，非常感谢导演萨鲁纳伊戈纳吉，感谢制片伊拉尼迪费善官，感谢编剧亨利勒内阿贝尔居伊德莫伯桑，感谢维亚康姆影业，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好，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在德国北部黑尔格兰岛上的一家名为卡尔奥托阿佩尔的餐厅喝的卡尔斯鲁厄葡萄酒，非常高兴你们喜欢这首歌。来，三声，加油！哦，刚才人区队用的时间是6分37秒。好，过气队用的时间是 no。5分40秒。没事，我们刚才坐那皮沙发特别热。对，我们太热了，我都出汗了。我们也想坐一下钢管，不是钢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推出完全不一样的跨界秀。首先，回天，你想要和谁一起带来一个合作表演？我选天宇吧。好，天天兄弟。楚曦，你想要和谁一起合作？我选魏巡吧，因为就会唱会跳。魏巡和钟楚曦。接下来每组搭档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合作舞台的排练，时间很紧，不知道刚刚磨合的几组新搭档会带来怎样的表演呢？在我们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有一曲 Remember Me 感动了非常多的观众，而接下来的我们两位嘉宾要通过他们的改编将热情、性感、火辣等元素都融入这首歌，他们将带领我们领略一场极具异域风情的狂欢。下面我们有请钟楚曦、魏巡。一个实力歌手，一个实力舞蹈演员，
无敌了，无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因为我们得先把动作记住了，才能加快。六、七、八、五、四、三、二、一、六、七、八、五、四、三。来了，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快！我觉得楚曦没问题，他拖你的后腿。不会不会，很好，人家很好。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music. No one was going to hand me my future. It was up to me to reach for my dream, grab it tight, and make it come true.Remember me, don't let me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you're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but now we are the 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that guitar. Know that we feel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far.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that guitar. Know that I'm still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女生们要注意了，下面登场的是我们两位阳光帅气的男生，他们将带你们一起去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让我们一起换上新的心情，带上安全带，聆听这首《带你去旅行》。亲我一下，这怎么算？这怎么算？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一二三四，我们放一次，你看一下。手是在像飞机一样的，然后先是一、二、三，这么难呢？下了多大的功夫才能把这个节目做好啊？他配合得很好，胡老师是非常专业、非常厉害，胡老师。因为非常厉害，咱们两个也是第一次合作，对对对，觉得特别好，特别高级。对对。我们今天的表演真的非常好看哦。哎。一定得看啊！今天妆令人特别着迷，哦，我说 baby， 出门前换上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只是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
惊奇，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看忧郁难的大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马里亚米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感谢胡一天、赵天宇带来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有请毛不易带来最新原创单曲《无误》。接下来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新的作品，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关注你们，加油！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快手短视频 APP 为你送来下期剧透：马栏山喜剧之夜，郭德纲、于谦、岳云鹏、郭麒麟，德云社叫板快乐家族，欢迎收看《快乐大德云》。是谁在我们的地盘叫板呢？团队默契考验队友的心，你能猜中吗？你要出去谈生意，你会在这四件衣服里面选择哪一件？
因为我们非常默契，三人一块说肯定一样。二三 A C， 一定会在豹纹的跟白色的球皮中间挑选一件。A 跟 D 没有出现在我的记忆当中过，我选 B， 实在是太 low 了。哇哦，好帅，太帅了！王子，拯救不开心，伤感少女团登场。给我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就分手了，是我没有心思给你打这个电话。没事，海棠，你给我像样一些。现在是你们要把他逗笑，不是你们陪他。即兴搞笑剧场，谁的演技能让他们破涕为笑？哎呀，小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我十拿九稳，就差你一个人。爸爸，看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吴彦祖。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真假吉尼斯是实力代言，全球尤克里里最大。我是一个柔术演员，有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头发最高的人。还是存心拆台？你在哪里练的？每天几点钟开始练功？练到几点钟？练到我痛啊！看电影坐哪一排啊？会坐最后一排。那你挡着那放映机了？我不看了，什么？究竟真相如何？好，以上就是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的，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吧，下期再见，祝大家新年开心。爱上他真实的表达，他喝了奇怪药水中的魔法，街上溜溜达达，还是不想回家。